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我现在在买东西，买这个狼骑兵，一只的话350哦，一只的话350，我觉得还算蛮便宜的，应该说非常便宜啊，非常便宜，哇，太感动了，我终于收到狼骑兵了。我本来已经卖掉了，现在又买回来了，现在买回来了，还不错，谢谢他一下，感恩感恩，好人一生平安，这个一定要说，一生平安。好，给大家报告一下，为什么可以买到那么便宜的狼骑兵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怎么没有对话啦，在这边，就是在这边稍早的时候，好，这位泽敖他就说就是卖狼骑兵，卖狼骑兵，两只，一只卖350，那我就立刻密他买，然后我也问他说怎么卖那么便宜，他就说卖给有缘人，反正便宜，所以便宜，反正我不用了哈，对，卖给有缘人，所以便宜我不用了，对不起，我因为买的蛮开心的，所以有点语无伦次哈，对啊，就谢谢他这样子，对啊，就买到了，所以你们才有刚刚画面看到的那个狼骑兵，一只350金元宝，对啊。不错不错，我也不知道数值好还是不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成本绝对高于350斤，高于350斤，而且买来的话，因为像以后的话巨神兵的话好像要两只合成嘛，那目前我只有4只神弓骑跟一只象兵而已，那我有4只象兵送给我妹了，所以以后这两只变一只嘛，这两只变一只，然后这一只跟这一只又变一只，所以两只再加上这两只的话，我就有3只兵了。但是我还差两只，就是还要再4只兵呢。两只巨神兵的话还在4只兵，所以现在就是先做准备哈，到时候就可以带巨狼骑兵了，就是这样子，蛮开心的。好，如果说大家没事的话，可以看一下视频频道，有机会捡到宝。那当然灌摆摊的话也是有机会捡到一些便宜的东西，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，谢谢。那我去做家事了，拜拜。